好，歡迎翻翻嚟四十六集動漫廢物。今晚喺 Bear 處處節目之中，我哋繼續講呢個英蘭高校男公關部 ICQ 3080847053080847075。由於本人對呢套漫畫再講多次係極唔熟悉，所以今晚我嘅狀態係零。頭先佢幾難揾個位入我把聲啊，我就揾咗呢個。几难搞啊！呢啲烂嘅你接唔接今晚真啦？系成功俾你入到一个 download 铃声啊！你好成功，我哋一齐拍多啲。咁、yeah! 顺带一提啦，其实我系白羊座嘅，多谢你赞咗佢咁耐，系多谢。其实我想讲我系水瓶座噶，咁水瓶座嘅角色会系点样呢？水瓶座角色，水瓶座角色，我哋上集咪讲咗咯，辛苦啊嘛。我哋讲今集啦。其实今集里面咧，英兰里面都有呢个水瓶座嘅角色嘅。咁我容许我翻兜少少。咁啊，藤冈春飞咧就系、是、2月4日出世嘅，就系、是、一个水瓶座嘅女孩子嚟嘅。咁其实水瓶座嘅女仔咧，即系唔好俾一啲时下嘅流行曲咧，就即系误解咗，就话以为系啲好感性，成日喊啊，成日流泪。水瓶座其实就错晒咯，水瓶座其实系个人系会比较理性一啲嘅，尤其系女仔嚟讲，佢可能真系对一个爱情咧就唔系太投入嘅，就好似即系其实同春飞都好似，因为好似作者其实最初决定佢嘅星座都有问过一啲读者啊，搜集过一啲意见，咁所以其实角色同嗰、那个星座咧都几夹到嘅。哇！但我有异议喎。点解我识嗰啲水瓶座啲全部唔系咁嘅？啊，你识嗰啲水瓶男嚟噶嘛？系嘛？系啊，女啊，女啊，几个水瓶座就完全唔同咯，系。因为唔系2月4日咯。因为你未 download 铃声俾佢听，你叫佢哋听十次动漫，咪咪 Jingle 咯。你同一朝就只要唔好出两次啦，好唔好啊？唔系，因为水瓶座都有固执嘅一面嘅。即係對於自己個宗旨各樣嘢都好固執咯，即係佢對佢自己庶民身份佢都好固執嘅，我覺得。即係平時可能好似佢啲咁樣角色嘅人，可能識啲有錢嘅大少爺，可能都會黐下啊，或者可能個個性會有少少改變，但係佢由頭到尾都冇改變過，反而就係成班大少爺就庶民化咗咯。是为了他而去探讨这个庶民生活，是啦，这个是挺特别的，我觉得平时通常都是说庶民呢就由这个角度就看那些富家的生活的嘛，这本刚刚相反，即是又可以比较花样男子咯，即是参赛就会是即是因为识了 App4 所以就有机会穿一些靓衫啊，去一些 party 啊那些的地方，但是其实在英兰又调转咯，是反而是大少爷有机会去 supermarket 啊，去打下边炉啊那只这样的价格，是啊，看特价货啊，嗰种生活咯。我哋讲下呢个凤景嘢先啦，呢、這个妈妈，我哋讲完爸爸就讲妈妈噶啦。系咧，其实点解佢系妈妈咧？因为解嘅咧，佢管数啦，即系所有爸爸出事嘅地方，佢都好细心咁去帮佢保留啦。但系会唔会系关乎呢个日本传统咧？就即系妈妈咧喺屋企好大权啊咁样咧？都可能会喎。妈妈管钱噶嘛。爸爸就出去喺度即系耍帅啊，扮傻瓜啊咁样。爸爸可能真系都系出去啲公园度坐下啊，打尖抽啊，打尖抽啊咁样，都即系做呢啲嘢噶啦，通常都。好靓嘅我入得。咁我哋讲翻凤镜爷嘅性格先啦，咁啊即系公认地呢个恶魔啦，咁即系佢系成日都会系感觉上初初啲人外人觉得佢就系、是、即系所有嘢都好功利嘅做嘅嘢。咁但係深入描写嘅时候呢，即係阿春飞喺佢嘅眼睇返呢，其实阿镜嘅好似表面功利，但实际可能其实佢都会有啲关心人嘅地方囉。咁而我印象最深嘅就係佢呢个朝早俾人嘈醒嘅时候，就会喺眼神好凶狠，都想杀咗人咁样囉。呢个同好相似。但係佢天蝎座㗎喎。我都係。我都係囉。咁天蝎座又会点呢？天蝎座嘅人就梗系好啦，我赞成，我赞成，好有吸引力咯，好有魅力咯。你咪而家变咗动漫宣传嘢，星座分析，乜唔系？动漫宣传，咪讲翻镜爷先啦。咁其实镜爷个人就比较内敛啲，好神秘，好多秘密嘅。咁佢又成日以为自己系坏人嚟嘅。
即係佢成日都覺得我呢一個人就好功利㗎啦。我冇乜即係私人感情嘅啫，其實我利用呢一班人我唔當佢哋係朋友嘅。咁但係反而春飛又睇穿咗呢點，佢覺得即係你扮壞人啫，其實你企喺呢個角色係因為你覺得你身邊嘅朋友即係嗰班咁嘅人係嗰班大少爺係即係需要你照顧囉。咁所以佢成日都扮一個好似壞人咁嘅角色囉。同埋又同佢家世有關啦，因為佢係三男嘛，佢就成日都覺得自己係冇可能係承繼佢屋企嘅家業，就成日要委話呢個角色係仲難做過佢大哥同二哥，因為佢又要做得好，但係又唔可以搶咗大哥二哥嘅風頭，就成日壓抑得自己好厲害啦。我覺得其實都有好似講到初初好似有少少悲劇嘅成分，不過就呢個人物就淡化咗呢種色彩啦。後面同埋有阿蘇浩文開解佢咧，揾咗公關部，跟住就開頭真係好笑，變咗另外一個咁就係爸爸遇上媽媽，咁啊有啲快樂嘅公關部喺度。同埋佢都有提過咧，其實阿鳳家咧係需要輔助呢個衰王家噶嘛。要在背後不斷即提供機會給衰王去上位這樣的意思，即是要輔助他的。記得有一次那個學員制比賽呢，他就安排衰王最後要衝上去搶一個皇冠，拿一個冠軍呢，即成為最受注目的一個人。其實鳳敬在背後做了很多東西的，但他又不可以出面拿這功勞的，即是他的角色是這樣的。那他都是即輔助得來，也都 不會有人知道他努力過咯，但是就是阿春飛就睇穿咗佢呢點囉。所以其實我哋怎睇呢，就睇唔到佢嗰個角色嘅吸引之處，但係喺春飛眼中就睇到佢原來其實佢個人都有温柔啊嘅一面囉。係，阿衰王還大概應該係第一個可以搞到佢找狂嘅人嚟嘅。有一段就講佢準備好曬啲嘢，諗住同呢個傻瓜衰王還去呢個旅行，點知阿衰王還就同返佢講，阿鳳鏡嘅同學，我哋就嚟考試㗎啦，點可以仲去旅行啊。唔該，真係溫下書啦。開頭年令佢找狂咗。所以其實呢兩個角色係幾得意囉，我會覺得比較起其他嗰啲大少爺同阿春飛之間嘅互動嘅，即係愛情上面嗰啲，即係愛愛妹妹嗰啲咁嘅位呢，其實我就最鍾意阿鏡爺同阿春飛之間嗰段關係囉。因為即係我覺得好引人入勝嘅，即係其他人又睇唔出㗎嘛，即係你譬如衰王還黐埋阿春飛度，或者阿常陸遠兄弟黐埋春飛度，咁係即係個個都會睇得出㗎嘛。係啊，所以啲人初初呢係留意到，咦，阿鏡爺都好似鍾意春飛喎，呢下係好似好惡意㗎。幾 surprise 㗎。係啊，但係好正喎，我覺得。但你講起即係如果係咁嘅關係呢，其實我有幾欣賞常陸遠兄弟同阿春飛嘅關係㗎喎。咁啊，即係常陸遠剛同兄啦，咁我哋因為兩個都分唔到嘅關係，我哋兩個一齊講啦。其實有冇辦法可以分到嘅呢？我就知道，我分到。啲恩怨咁分嘅喎，佢哋。係啊，佢哋有時會假扮對方噶嘛。唔係，佢有講過嘅，佢話唔知咩左邊分界，右邊分界，跟住同埋有一句嘢就令到佢哋兩兄弟反目噶嘛。阿春飛就話咩啊？唔知阿光定阿兄講嘢嘅時候，有時會透露多啲佢自己咩惡劣嘅性格嗰面噶嘛。動畫就分到啲把聲唔同。哦，把聲。同埋佢哋用詞咧，喺即係日本原文咧，一個就用講自己嘅時候，一個就用我，一個用掩嘅。咁但係嚟到香港就冇呢個分，即係喺翻日本就冇呢個分別咯。咁有呢少少呢啲分別咯。但外貌上基本上就分唔到啊。因為佢哋可以改個髮型噶嘛，曾經試過係改過佢染曬髮，就大家分唔到嘅。因為都係同一個作者畫噶啦，因為都係。你感覺冇得講同。咁佢哋角色其實嗰、那個。即係描寫呢有可能有少少分別，但係比較難睇到啦，喺我哋讀者層面。咁但係佢描寫得最好就係喺春飛眼中呢，一眼就睇穿咗佢哋個分別囉。所以佢哋話其實過去佢哋兩個人呢就係冇朋友嘅，佢哋兩個嘅世界呢就只係得對方呢，兩兄弟即係永遠都係即係兩個人自己一齊做任何嘢玩啊相處啊都係咁樣嘅，冇其他朋友嘅。係因為冇人分到佢哋邊個打邊個嘛。係啦，而家春飛就係第一個話進入到佢哋世界嘅人囉。是可以分到他們，同埋即是分到他們邊個打邊個，同埋分到他們性格的分別。那這個即是描寫我覺得是幾吸引的。不過講起這些這個雙胞胎呢，男仔的雙胞胎其實在少女漫畫裡面來講都是幾常見的一條大橋來的。那睇返在一個很久之前的啦，即是好久我諗八九十年代那時大熱的一套叫在香港有出的叫青春物語，那台灣就叫雙星奇緣，那都是講一對孖生兄弟。那其實條橋是很像那個故事，就講兩兄弟飾演同一個角色啦，最初那女主角走入他們生活裡面就認得出他們是誰啦，那即是要打破了
佢哋呢個咁樣嘅關係。咁其實喺英蘭裏面嚟講呢，即係阿君同阿興同阿春悲三個之間嘅關係都係好似嘅。咁所以其實喺呢一套作品裏面，我會覺得個創意未必喺度，但係其實佢表達得好好，撈得幾靚幾好睇囉呢一段關係，我覺得。但你講你佢哋兩兄弟點解你冇提及佢哋中間一個咁段嘅同性戀愛呀？嗰個玩嘢啫。嗰個其實留返俾阿碟嘅主持講嘅。留返俾你講嘅。BL。講咩？清B L 咁短之段，呢個唔係 B L 咁簡單，呢個係即近親再加呢個 B L。應該哦，呢啲好容易理解嘅啫，跟住兩尾田係嘛，即係開一條咁樣嘅線，咁啊吸引多啲呢一啲咁樣玩咁段嘢嘅一啲讀者咯，係嘛？即係夠唔夠普通啊？呢個回答，我想問你邊個讀者玩咁段啊？唔知啊。咁啊，講翻即係可能《雙星奇緣》都有用呢條橋啦，但係呢度英蘭入面用得好咧，就係因為佢哋常陸遠光同興哥性格咧，又設計得幾好，我覺得。佢哋因為即係過去就係冇咩人入到佢哋世界啦，分唔到佢哋啦，所以佢哋係個性格好惡劣嘅，好中意開人哋玩笑啊，開啲惡意嘅玩笑啊，即係又要扮鬧交啊，要引人注意啊，呢啲咁嘅性格嘅。咁呢啲加埋落去呢，咁但係每次阿春飛都可以睇穿佢哋囉。咁所以覺得嗰個係幾得意嗰樣嘢。我就其實都覺得兩兄弟點解要搞呢個咁段嘅同性愛呢，即係玩囉，玩咋嘛。點解嗰啲女仔又會咁興奮嘅？因為你唔係女仔囉，所以你明囉。我 BL 我明嘅，但係點解要即係媽仔又特別開心嘅呢？又會更加咁短嘛。我諗嘗試從一個角度去睇啦，即係逢親女性呢都對一啲難度高啊嘅一啲戀情呢就有啲憧憬嘅憧憬嘅。咁你啲咁難度咁高嘅又咁短又 BL，咁呢啲呢就可以挑戰到女性心底嗰種慾望出嚟啦。哇，夠唔夠普通啊呢、這個答案。好哲學啊，好哲學啊。係咩慾望呢？其實有即係睇到人嘅。夜神咁樣諗啦，你調轉諗、你睇套漫畫即係少年向嘅，跟住有一對孖生姊妹玩 GL， 咁你興唔興奮先？佢會搞嗰兩個孖生姊妹興奮啲啦。係咯，我都係覺得佢哋搞冇乜興奮喎。比喻實唔係㗎，即係投入唔到添呢個，不過唔緊要啦，我諗應該有好多女嘅聽眾係會鍾意呢對孖仔係咪呢？我例外呢，我最唔鍾意呢對孖仔。點解呀？佢哋雖然我都算係呢個婦女啦，但我就非常之唔受落佢哋呢對咁假嘅。太做作啦係咪？反而有一幕佢哋喺興井澤嗰度呢，其中我唔記得阿剛定阿興跌落嚟，另一個好緊張嗰度呢，嗰度就反而係兄弟愛，我就會覺得自然少少，唔好成日阿剛阿興我嗰度系有个有只枪跌咗落嚟，因为系啦系啦，即系可能老旧咗咁跌落嚟，咁啊跟住应该系我都唔记得阿光定阿兴嘅人，我都唔想算啦。咁其实佢呢一对兄弟系想玩兄弟爱嘅，不过我就觉得系咯，即系好似朱杰莹讲啦，就我觉得玩得唔系太理想，即系有啲位系比较假。会唔会系因为有一个咧特别中意啊春飞咧？你自己睇翻下佢哋嗰啲受欢迎调查，呢两兄弟成日都垫底。有一个特别中意春飞，我唔知嘅。阿光啊嘛。是啊，他去興井澤的時候呢，兩個曾經約會過。阿興成日都同佢講，同返阿剛講，其實你係鍾意春飛嘅暗示性質。啊，係因為阿興係成熟少少嘅，係啊。咁嗰幕其實又係描述得幾好，我幾鍾意喎，又係唔知點解。因為就係講阿剛發細路仔脾氣，咁就賴低咗阿春飛，咁阿春飛追佢，但係咁啱就行雷，咁阿春飛就匿埋咗喺個教堂入面個台底啦。咁阿光就翻转头搵返佢，跟住就搵毛巾包住揽住，跟住就即係 call 人嚟接返佢啦。咁亦都嗰度其实描写得最好就係呢，佢嗰度开始就冇发展爱情线囉，只有即加深咗感情嘅地方。如果佢发展爱情线，我就觉得哇应该会开始会烂。比其他少女漫画一早发生咗啦。一早搞埋囉应该。加个 kiss 之后冇啦，冇得预告架啦。先啦先啦。不過我覺得就係話佢哋兩兄弟譬如喺人前其實就分唔到，完全一模一樣，但係你真係叫好仔細描寫譬如佢哋兩個分別同阿春悲去見面嘅時候，其實你就會見到嗰個唔同嘅地方囉。
可能女性睇會大感覺啲，我男性睇真係瞓唔到。佢哋都有細心一面嘅，好似我記得先前有一節咧就講話，佢哋知道阿春飛未過過萬聖節，就特登搞好多沙啲隆重咁樣，就氹佢去過節。咁我就覺得其實佢都幾細心嘅，佢哋兩個。不過都係唔中意佢第日，一樣唔中意就不如到下一個啦。未住，因為我仲要表不死啊。係啊，因為其實一睇到佢哋咧，我即刻諗起另一對孖仔咯，唔係《雙星奇緣》咯，《聖鬥士星矢》咯。諗起巴倫兄弟。聖鬥士。聖矢阿薩卡同阿卡倫咯。又是邪惡的嘛，有少少，而他們剛好也是雙子座咯。雙子座是邪惡的。咁阿光同阿兄亦都系雙子座喎，會係點樣咧？佢性格咪邪惡咯，邪惡雙子男咯，貪玩善變。我反而諗起阿森美愛嗰度極樂棍球嗰對孖仔兄弟，不過嗰對就冇咁強烈，嗰對攞嚟蹬腳多啲，我覺得。我都係諗起呢個巴倫同學、巴倫兄弟，稱呼我啊，可能分到啊，你哋稱呼應該分到嘅，應該係分到。你做乜嘢啫？我好难出得声噶嘛，呢个讲系有冇？巴伦同学，我开头以为你讲小丸子，系啦，好心理啊，你 get 都出口少少啊嘛，大佬。讲完未啊？巴伦兄弟啊，大佬 ，O baby 咁嘅两个林学中学里面嘅一飞和富兄弟，冲天大啲兄弟头嗰个。佢哋係咪雙子座嘅呢？佢哋應該唔係。唔係啊，你會見到大部分漫畫裏面嘅嗰啲雙胞胎兄弟，全部都係雙子座。唔係佢嘅食字啫，呢個係漫畫。唔係雙子咪雙子，雙子咪雙胞咯，雙子雙胞。耶！我俾唔到反應你。咁趁呢個機會就去下一個角色啦嚇。咁啊到 Honey 啦，Honey 前輩。Honey。呢個直資重鋼幫啦。呢個我絕對要講一個，我真係中意動畫版裏面多啲，把配音啊。係啊，你齋騰彩係配音嘅，係啦，咁啊好得意嘅呢把聲。唱嗰首歌。系啦，不过我又系唔系好中意甜心，你哋讲下佢。星座系非常之准嘅，因为我都系唔中意甜心。因为系天秤座。唔系，佢系双鱼座嘅。双鱼座。唔系，即系我会觉得几假咯，又系一种嗰种感觉，就系你系可爱，但系即系你都咁大个人啦，咁你仲玩埋啲咁嘅嘢，又玩兔仔咁样，又要食甜品咁样。同埋佢係自私㗎，佢係為咗甜品呢，連細路都唔理，搞到連阿崇都跌咗眼鏡，佢哋以為佢會特登輸俾佢細路㗎嘛，點知佢係為咗甜品呢而去忽略呢個兄弟情㗎、我覺得佢好似低能得滯囉，即係過咗少少火位，即係可愛係可愛，但係好似真係唔係好用大腦諗嘢咁樣呢，佢根本係當自己係細路仔㗎啦，係即係我覺得個角色做得過咗火位囉，所以唔可愛囉。嗯，会不会是因为有个阿崇呢，他成日照顾他，所以他就成日以为可以自己小孩仔的心态呢，那就有些什么事没阿崇帮他咯，这样。双鱼座都是喜欢依赖人的。这对会不会是真的 BL 呢？我覺得似啊，似唔似啊？我覺得佢哋先係真正嘅 BL 咯，即係我覺得常六月兄弟嗰啲收皮啦，嗰啲都只不過係得閒攞下啲眼藥水出嚟滴下，即係假咯，假得好緊要咯。咁呢個我覺得就真係好有嗰種味道，而且仲佢哋之間仲有個關係，就係個家臣個關係。哇！呢個關係真係都更加令到我覺得哇，好重 BL 味咯。我又嘗試合理化啦，因為阿衰王環就係同佢講話，你做翻自己咪得咯，即係你既然中意食甜嘢咪食咯，你中意兔仔咪玩咯。咁佢係表現自己真正嗰面啫，但係其實我都唔中意佢咁樣，即係太可愛咯，太假咯，即係唔係假嘅，可能佢真嘅，但係呢種咁嘅可愛，我覺得唔吸引咯。如果佢係小學生，我諗會合理啲。係咯，而佢其實亦應該係三年級生咯，係最大嗰個嚟嘅。佢太黑銷可愛啦，呢個角色。唔係，但係其實我諗呢本漫畫都係主要俾啲女性嘅讀者去啲睇啲 surface 嘢嘅啫。係啊，咁講唔定有啲人中呢個嘅啫。唔係，咁實有，我覺得六個裏邊就緊。真係有呢個支持者嘅，所以我其實我覺得佢就係太 surface 咯，俾太多 surface。你唔係呢個年代嘅人嚟啊！而家我哋講嘅咧，咁你啦，聽哥哥。咁而家我哋講可愛嘅嘛，好多時嘅，又有可愛教主係嘛？即係呢啲可愛呢啲咧，而家係一個非常之流行嘅一個物件嚟嘅。佢只兔仔，我覺得真係可愛嘅。我中意兔仔，我中意還只紅多啲，記唔記得？都可愛嘅嗰只，嗰只即係耷埋半隻眼嗰只熊，係咯。交叉。
但亨利咧，佢有時咧有一種叫雙重性格嘅嘢喎。誒，嗰、那個反而幾好喎、啊，我又覺得，即係呢個係咪即係開頭做戲嗰個性格啊？唔係，佢真係有㗎，佢真係有的。因為佢真係唔中意咧，俾人吵醒起身咧。咁結果佢有一次俾人吵醒嗰陣時咧，就好邪惡啦個樣。同埋有一次佢蛀牙咧，唔俾佢食甜嘢咧，佢開始唔同嗰幾日啲性格都開始有啲變化咯。有一日就是即系变翻嗰个黑暗人格出嚟啦，跟住就成个将阿崇打低咗啦。系啊，我记得有一集系好搞笑啊，讲佢只佢只兔仔系咪比较顽啊？即系啲倒写咖啡定咩咧？即系杯茶咧，即系淋咗落佢个公仔度，嗰只兔仔嗰度。咁佢咁啱又系啱啱瞓醒喎，Honey。咁一瞓醒嘅时候就即刻变面啦，边个整污糟咗我只兔仔啊？边个整污糟嘅系？咁嗰时候咧，大家拗晒底，拗晒底，个个都唔敢出声。咁然后阿谦前辈咧就好劲咁走出嚟，就好冷静咁讲咗一句说话。咁呢句說話一出咧，咁阿亨利就即刻冇曬嘢。呢句說話睇我都真係笑咗出嚟，即係估唔到就咁就可以反平咗，真係。估唔到，真係估唔到，佢就講咗一句：哦，因為兔仔口渴，所以佢要飲茶。咁亨利，哦，原來係咁嘅，冇曬啲咯。唔係，勁擊高手，係咯，呢個先係合理發展王咯。唔係你講到呢個阿謙前輩，我哋又可以順住落去講埋啦。呢、這個謙之重崇啦，咁佢好沉默寡言嗰個家臣啦。但佢先定係野性型噶喎 ，cam 型啊 ，cam 型啊 ，cam，crossover cam 咯，呢兩個角色。即係遲啲喺 cam 嘅作品會出現噶咯。出現咗你都唔知啦，咁似啊。咁佢其實亦都係一個劍道部嘅成員啦，但係好似好少描寫佢喺劍道部嘅活動㗎喎。佢係甜心嘅附屬品嚟㗎，我覺得一路睇。其實本身呢個角色嘅存在感係咪好鬼弱啊？其實就算佢出嚟接拍嗰陣時都係好弱㗎，因為佢冇乜對白啊。佢個篇幅太少啦，寫阿千前輩嘅篇幅實在太少。我覺得呢個角色咧，即係有得做嘅又係。好有發揮空間，有得做真係有得做唔真係點做啊？你想點做？唔係我睇佢我就令我諗起亨夏裏面一個俾人迷惘咗嘅阿尼奧嗰個醫生嘅角色，我覺得有啲似。點是完全唔似咯？唔係佢其實一開頭設定到好似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但其實去到後面又係會俾人遺忘嘅。唔係咁啊，簽又開始嘅時候，阿簽前輩都唔係話特別重要，但係我會覺得佢係可以好似譬如好似鏡嘢啊嗰啲，慢慢滲翻啲嘢出嚟。咁但係發現咧，佢滲出嚟嗰啲咧，又同佢平時嗰啲冇乜分別嘅。即係又係戇居居啊，即係冇咩嘢講啊，跟住然後又非常忠心啊，好似都係冇乜太大分別，咁變咗呢個角色嚟講，我覺得就平板咗少少。但會唔會就係呢種角色咧，先至多女仔中意？因為聽聞咧呢個角色嘅受歡迎程度都幾高嘅喎。呢、這個幾受歡迎㗎，我都幾中意。即係有好大空間啊嘛，即係你可以去諗呢一個人，其實佢個腦究竟係諗緊啲乜嘅咧？反而唔刻意描写咧，仲多人中意啦。幻想啊，嗰啲填得太密啦，呢、這个可以自己填。其实自我补完啲依家嚟嗰啲。哦，原來咁。啊，咁當然仲有佢同亨利之間嗰種即係好家臣式嘅，有少少 BL 曖昧嘅關係。但其實佢應該係中意甜心嘅。後面我睇到唔記得邊期啦，阿衰王還走去問阿天前輩話：你想唔想錫阿甜心啊？想唔想錫阿甜心前輩啊？佢答唔想，跟住心裏面諗，其實我係想嘅。唔曬啊！即刻，真係我哋甜心。你好有咁衝動喎、啊！而家有乜衝動嘅、啊、真係，今晚我要負氣指數達到100啦。咁啊，千前輩呢種咁嘅性格其實係咩星座導致嘅咧？金牛座咯，金牛座5月5日啊，咧個兒童節出世啊。我都係喎、啊。咦，你又係啊？咁不如你講下你自己嘅個性啊？我都冇關係啩，我唔知你講乜嘢啊？天前輩喺度，咁唔緊要咯，班底都一樣。咁我哋轉做講宣傳業咩？唔係啊，即係我覺得呢個人係比較沉實同埋可靠，咁但係就真係因為個空間太大，個篇幅太少啦。咁其實我就談唔上話好鍾意或者好唔鍾意呢一個角色咯。會唔會已經被遺棄㗎啦？呢個角色又唔會咯。頭先阿管家都講發展空間㗎，又好多人鍾意。睇下佢在同人志裏面可能但係我覺得佢其他角色就發展得好
好好，但係點解會就係留低一個咧？佢未諗到啊嘛，其實未諗，即係個作者未諗到，即係嗱，根本我覺得一開始咧，第一集就係咁嘅，個作者就根本未諗清楚咁多個男仔佢哋嗰個個性啊，或者佢自己個 background， 我覺得佢都係冇諗到啊，咁啊純粹就係話，哦咁啊整對孖仔咯，整個靚仔咯，跟住我有個好酷嘅男仔，咁啊整埋正太啦，唔爭在，咁有正太咁啊整個又戇居居嘅咁樣，好木讀嘅一個男人咁樣，咁就搞掂曬，跟住又先慢慢就填充，設定曬所有角色。就連配音都揾埋，係做到咁順就無話可說咯。唔係，我諗起就係嗰啲咧必勝漫畫嘅元素咧，即係加起曬上嚟咧，跟住哇呢本袋一定大賣啦，一定大賣啦，點知最後退書咁咯，會係。唔係㗎，呢個就真係夾咗好多大賣元素，咁佢都好紅下嘅。其實我覺得都幾好睇啊，即係同我當初嘅印象係有出入咯。開頭我就以為係即係係俾啲女讀者 surface 嘅漫畫嚟㗎啦，即係唔係 BL 就係唔係都係 BL 啦，冚唪唥 BL 啦。啊咁，但係哦原來唔係嘅喎，其實都有啲即係正常嘅，有啲冇咁正常咁樣，而且劇情都好豐富，即係咁又有啲搞笑啊，咪得好多搞笑啊，又有啲好似即係尤其係你頭先講樹民嗰部分咧，係好好笑，咁你飲緊啲樹民咖啡啊，食嗰啲樹民麵啊，都係非常之令人想象唔到嘅一種處理手法咯，我覺得。佢 BL 嘅成分後期減咗好多噶啦，即係都係純粹通常就出場或者係有啲女顧客嚟幫襯嘅時候，咁佢先至 show 出嚟咯。同埋個成分好輕咯，通常要嚟搞笑用，所以男仔睇都唔會覺得點樣突兀咯。冇錯冇錯。而家可唔可以回帶講一講，補充翻少少就係呢個資重光幫。亨利前輩咧，佢嘅生日設定咧，講完星座，講翻佢其實係2月29日嘅，呢個比較特別，因為話佢闰年先至會有一日生日啊嘛，逢四就進一，係啊，所以佢就個樣咁細咯，因為人哋過四年佢先至生長一年咯，所以佢嘅心理狀態就小學三年班啊，係咯，佢原來係有咁嘅巧妙嘅玄機咯，仲有你講生日講你11月4日生日嘅添，咁就絕望咯。接你唔到，既然接唔到嘅，咁我哋不如休息一阵啦，翻到嚟，因为我哋今晚延长战，咁我哋继续咁样讲呢个英兰高中啊，一阵再见。